我的。这钱去了。哎，阿文啊，手无够长，你遐头前甲斗相共者啊，甲帮忙者啊。阿明，麻烦者。再见。啊？对。来不来？要吃啥？你看我今日连果冻啥物拢无啥，啥物货？阿明，即摆包啥？包完啦。阿来，你包暖暖的好不好？你今日要怎啊？干咩当？干咩当？咱只？好你个啊！我着想我啥物啊？咩当啊？即我歹习惯，我来改正吼。啊，迄个来，我来画一个鲍鱼哦，恁吃好不好？干了要吃鲍鱼？来给给了，我要批评。来，阿爸，你给钱收来，养老完，谢谢。要不要？谢谢。来，阿爸，完一百送给钱的，最后这一百，人要吃无？很难介绍，带来是。啊，教人要吃鲍鱼，这菜品就当吃哦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爱吃鲍鱼的先给钱的，先赢三百就好。这一条就爱鱼啊，五两条就爱五百，这两粒鲍鱼就爱五百块啊。来爱吃鲍鱼的三百，上面一条三百块。三百，咱要吃鲍鱼的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就好。再搁送你好无？再搁送你好无？三百块上面一条，再搁你啊，再搁你啊，再搁你啊。冰起来你豆豆吃，煮麦真正口味够赞。迄汤你莫平讲，四个人加买先加钱先啊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两个啊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来两百块，要吃鲍鱼啊，两百块。两百，最后一个两百拢无。最后一个两百上面一条两百块。这要两个两包要吃无？啊那样，你吃了。乖，你这无爱对面做口水喝。你啦，五毛哥，你这无爱对面吃口水的。你一个地冷病嘛？真正口水。来，你该买什么？贡丸。啥物贡丸？隔壁包来哦。十包，啊，十包还冇胖啊？用胖的要紧啊，用胖的。你下讲好，我今日你搞起个，我穿几包，系攞起啊，都冇见你勉强攞起个。金龙包，四包，八包你拢冇啊，卖掉啊，哦，八包四包。来个来要吃啥物？个人要吃咸猪包，有人要吃排骨酥包，有人要吃牛筋包，一箱虾饼寄过来，人家买一箱虾饼。真无啊！一盒小面就用煎的，好啊！一包内底有两袋，餐厅一袋煎要百五，这两袋煎要三百，两包六百，三包九百，四包千二，免千二，总共八袋，两百了，多少钱？我吃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来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两百了，无，包贵无？谢谢啊，谢谢。几多个？我就是几多个？几多个？人家。看人要食猪肚个，这猪肚啦，这加鸡腿啊，吼啊！内底我来讲，你若八顿个有无？你甲用个烧着做好食，啊！你甲加香菇、加米酒、加一寡姜片、去盐，啊！这一只猪肚才三百三，两只猪肚六百几块，唔免招六百五百。要食猪肚个，你先给钱个先赢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，上面食猪肚鸡，两百块了。猪肚个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了，谢谢。来，我要食啥个无？阿明，咱讲个啥物会当好啊？你还讲啥物当好啊？小龟好啊，好不？小龟，小龟啊，迄、那个牛肉咯、羊肉咯，拢无个。哎，恁个要食牛肉卤跟羊肉卤？牛肉咯、羊肉咯，看人要食。我要炒。哈我先看一包牛肉咯，啊，剩只拢无啊吼。伊这牛肉咯，剩只四包拢无啊。迄、那个各位乡亲哦，伊这一包拢二十袋以上的牛肉吼，啊，咱这当然伊的汤头拢改做红烧的，所以咱当然哦，我来讲加一冬蚵啊，加一菜头，加一豆皮拢真好食，火锅料拢有死啊。尤其你后尾我的牛筋，你啊加牛筋加餐，四个人加搞咩？五百八百拢免，这二十袋以上牛肉，咱外口凊凊彩彩出去一外口食一点拢啊五六百块啦，四个人加落啊两百落，来两百块上面食牛肉卤，红烧牛肉卤，两百块落两百块落啊，两百块落两百块，来来。来，这条三条两百，上面写两百块。牛肉卤，哦，这好吃哦，这汤头要来做红烧哦。你们那啥？
你问什么菜子？啊？全部收起。你去洗碗去，买牌来。泡完茶啊，你捏啊，你啊，我滴啊。你这把菜收起去。我做庄啊。泡白茶你也无啊，即款买你也无啊，你到底叫我咩啊做啊？收起来啦！你若要食啥，我控制啦。你这个色碟锅鱼，它适合小家庭下去煎，一煎到像恰恰胖胖啊，八分钟好吃。五百遍、八百遍爱吃锅鱼，来沙发上面吃三百块。来锅鱼沙发上面吃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上面吃锅鱼沙发块，沙发了。听讲哦，小锅鱼这油脂足有诶哦，这炙锅啊三百块了。来沙发块要吃小锅鱼哦，三百块。我即摆过来物件起起了乌白花，啊，无爱过来问讲恁卖甲唔，我拢不管啊啦，我就是要甲花落去啦吼，来。沙发够要吃啊不？好嘞，吃药呀，那边正常咱就吃药。先喺里后边，计改变嘞。来，我摆个 ，OK， 一直啦。这个吃药行，插插。嗯。相信人家不会紧张。上几钱诶？啥？有人信任我要吃一票诶无？三百你有无？我要先收钱哦，收钱。我要先收钱，你看小贝贝我买未？三百。买。三百。贵诶。我两百。三个尔，三百个要吃。等下看小贝贝卖未啊？我无卖啊，三百个要啊，信任我，我你爽啊。卖个收啊，免看，看我。不过挂头前四块全部没收，金龙三十块，这个不会卖啊，送你，老大吃。台下老经理也带准备要砍卖，无卖啊，加吃挂，加吃挂，两斤半个，来多少个吧，三百，几个？啊，你几个？我两个。好，谢谢阿牛，来阿明，收起，无收钱咱就收。给我给钱，我给你阿婆的媳妇。在我外面，有人在吗？我想看这个人给到底是咩样处理。海鲜贝。你们上面给啊？鱼糕海鲜。鱼糕海鲜给个，上面鸡。从早晨你三只了嘛？给个，黑了。来要吃鸡啊！剩最后这三只，你先给钱的，剩下拢无啊！规只总计免五百、八百、两百了，两百块。来虫草鸡块，要吃无？两百块。最后一只无啊！虫草鸡两百块。好的。啊，各物件可以来把玩好了。那些东西是谁的？啊，这你可以给钱。阿明，玩那下了，听到了。啊，你要吃鸡烤的啊？来叫人给我。钓人给看，这鸡烤海鲜呐吼，阿伯阿伯，买个起来去卖啊，卖啊卖啊，下落，要拿啦，要拿去歹用啊，迄下下铺了上个物件，你爱歹用啊。这鸡烤海鲜呐吼，这得用啊，少用烘的就好啊，啊，这拢去搞板道的啦，这我师傅啊，煮一煮，家己用烘的烘出来，这道菜就要起六七百块啊，啊。六百加六百偌济，唔免千二，一千八百都唔免，两阿多两块都先加钱先呀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块了，一只鸡块海鲜卖你十五块，你买会着？三百块买只鸡块海鲜，三百块了啊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，三百了，三百块了啊，百五块，咱们试一下看卖鸡块，百五，好的，百五，咱们试一下无，一百五，好来，百五，咱们试一下，一百五。百五块，咱们试下，一只十五块，真正免考虑啊！百五落啊，一百五。那这回咱好点，我来看看。阿姐，来过来要吃啥？你要不要吃什么物件？
对啊。放下。你生气啊？你要生气啊？我无吹，你要冻袂掉。啊，你卖了半秒嘛，卖袂了。来来来，吹一帮大帮，哎呦，真两三四五六七，后壁我摕一个台哦。对啊，收起来了。无用。吹一帮大帮，哎呦，啊，无啊，好袂了。阿明，来我卡中后边。机车上不要放，机车上不要放，不要来事。讲起就炒来，叫炒地菜，青菜后边青菜叫就炒去。我将八个人去搞买了，第一个三串。